这来世去听阮的脚踏车，等待你下课，陪你每天做阵行。有好好的歌，叫一只狗破坏。等待你下课，陪你每天做阵行。轻轻心内话，伴着车轮脚踏声，阮的希望拢寄伫遐。树顶的鸟仔不时来偷听，听咱谈恋爱快乐约会的心情。阮的纯情为你每天扛伫遮。欢欢喜喜陪你做阵行，细啊细啊细，细着人的爱，大呀大呀大，大着青春甲期待，甜蜜的滋味掺着人的爱，阮的永远藏在心内。搞得看看哪去了，你搞这么妖怪，你搞世来世去骑阮的脚踏车，等待你下课，陪你每天做阵行，轻轻心内话，挂着车轮脚踏声，阮的希望拢寄伫遐。鸟仔不时来偷听，听咱谈恋爱快乐约会的心情。阮的纯情梦为你每天扛伫车，欢欢喜喜陪你做阵行。细啊细啊细，细着咱的爱，大呀大呀大，大着青春甲期待。心内，谢谢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兄弟好。一首好好的歌，有没有唱袂落去？太好闻了。虽然我咧讲出公道话，一首好好的歌，叫一只狗破坏。卖安尼讲，迄铁马讲用垃圾味。好啦，好啦。他都那个场面真好看，一只山猪在一只狗，为阿里山嗡嗡前来。是，我感觉有一支烟斗的啦，对，好感觉。演技好啦，还佫会唱歌啦，这无简单啦。这个烟斗啊，气势。但即摆呢啦，我那个吴森美，你捌你有加入吴森美那个粉丝团吗？有啊有啊有啊，你就做啊？有啦，真正有啦。有啦。有啦。因为顶一档，阮因阿爸玩的模式，有一点都有互相加。孙美粉丝团大概一直欢迎，讲啊，真久无看到超级夜总会请吴孙美来唱歌啦。哎，我等你们吸干你哦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我听你就中午的，好不好？啊，出来弄一下登记啊，哈。阿伟啦，来来来，阿伟啦，人个粉丝团一直讲要请你唱一条叫《人生的歌》。人生的歌。嘿，阿你嘛，你广大你粉丝团啊这。诶，即马五万几个啦！哦，就这咧，我啊这，你也我这，五十个，我两万几呢，你还两万几哦，两万几哦，啊你几个？诶，我五百几个。大家等下按赞者拜托吼。对对对。好，啊你家你的粉丝团功能挂位咧。好啊，因为我最近足久无来咱超级夜总会看大家相亲啊，所以我。大刚拢会唱歌，吼，大家听伫个粉丝专业，啊，足侪人点歌，点人生的歌。是，今仔日会当过来咱的超级夜总会，足欢喜，所以咧唱一些人生的歌给大家听，这样子。来，我唱出一个，很清楚在唱过的人生的歌。爱
唱一首歌，一首温透我袂的歌。有时快乐，有时悲伤，有时一寸孤单。爱唱一首歌，记录咱的心情甲生活。有时清醒，有时怀疑，人生到底为着啥？你是后边迄句哦，你嘛在那拢为别人的话，你为啥人的话？我为着我囝，啊是啦，好真好个查甫人，你为啥人？我为爸爸妈妈，啊，搁有所有爱我的人，友好友情。我较早为着爸爸妈妈，今嘛今嘛为着我家己。你想过？那边啊，那何丽姐。我为着我家己，因为我为着我爱我家己快乐，因为我厝内人人拢快乐，所有人拢快乐，啊，我就快乐啊，所以我为着我家己。嗯，我们两个是姐妹，真的。许孝顺，好，我为着国家民族，全世界人民。你困啊？等起。你嘞？啊，你嘞？你嘞？你懵人，你家己无讲。啊，我为我家己。你嘛为着你家己？因为我家己，我需要后边有真侪创作。所以我需要家己身体顾好些，创作也是创作，用国家这些作品来大家看。